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们同胞了，杨村说话我祝你斑马中的喜事的。过去我看着我们不过去几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晓得小时候送给了斑马事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见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栋庄，那怎么我就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见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苏兰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玩就说上百元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了，这人个人赚钱档，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你这些档，这钱我就拿走了。苏兰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玩就说上百元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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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我接拉的江苏罗的兵的，他说刚的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了，穷屯的工部家伙人要拉箱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就算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子那个大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的这样动松这的节奏你摸你努力接着都动作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天正在拉着呢等你到场三平的松原等你走下这头是照着当时你沿着道路门虽然将我的样子的最多的几斤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三年我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安家把个人当安装都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在了。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下午的题目，就是幸福的密码。那我们
为什么要讲这个幸福的密码呢？啊，就是这二十一世纪以来，幸福似乎就是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么幸福呢，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就是所追求的东西啊，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啊它变得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呢？我想有一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之前啊，对幸福的定义上面呢就有所转变。然后第二啊，我们对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或者是获得幸福的途径也有所变化啊，所以呢它变得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啊。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比较大型的书店里面进去了以后呢，就关于幸福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国外的国内的很多很多的书都在讲幸福啊，或者是如何幸福都在探讨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也就是给大家就介绍一下这个幸福佛教对幸福的认识啊，或者是佛教以释迦牟尼佛的人生智慧来看这个佛看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这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个下午的课呢也有几部分。第一个什么是幸福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是讲这个第二个呢我们幸福吗我想第二个大家先了解一下，就全球的视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幸福还是不幸福看看这个问题第三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幸福那么如何能够幸福的这个当中呢，有几个幸福的这个所谓的密码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的，但是其实这些是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一些关键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比较秘密的东西所以叫做幸福的密码我想这样子三方面介绍一下这个幸福首先幸福是什么呢？有一本书叫做它的题目是什么是幸福那么全球的155位大师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一流的大师级别的这个155位这个老师就探讨幸福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最终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和睦的家庭有些人说幸福是周游全世界有些人说幸福就是一杯水那么到底幸福是一杯水还是周游全世界还是稳定的收入是什么呢？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追求幸福，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讲或者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或者是从哲学的角度讲，人的生存的目标就是追求幸福。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也不知道怎么样追求幸福的话，那这个对人类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我想有必要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心腹。我们对心腹的定义很多都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这样子的时候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今天有可能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寻找心腹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就是心腹的途径，我们获得心腹的途径的这些也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的一些寻找心腹的方式。那么这些方式呢也许大部分我们现在用不上了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它有它的阶段性，它会变成过去式。所以在这个方面，那么我们今天新的这个方法新的定义对心腹的这个新的定义和新的方法是什么我想就是我们先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一杯水还是这个周游全世界呢其实从佛教的角度也好从哲学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的角度来讲幸福它并不是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非常不幸福的人很多的幸福是不是家庭的和睦也不是家庭和睦但是呢不开心的人也很多的不幸福的人也很多的然后周游全世界就是有机会周游全世界但是不开心的不幸福的也是很多的那么一杯水也是这样子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不是幸福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些都有可能这个变成幸福的因素那么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它的本质它的属性它不是一个物质如果幸福是一杯水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物质了幸福是这个周游全世界那么它的本质是一种运动了它的本质是一种运动人的肉体和人的精神的一种运动所以这些都不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幸福的本质它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这个感受当然可以来自于稳定的收入来自于这个家庭的和睦也来自于这个周游全世界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在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幸福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幸福的途径我们找到幸福的途径有些时候呢一杯水也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是没错的比如说在一个很炎热的夏天就是在外面在烈日下干这个体力劳动的人来说在比较凉处坐下来喝一杯水也是幸福的但是它的本质不是幸福那么这些都是通过这些物质通过这些物质所带来的一种精神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感受才叫做这个幸福我想这个才叫做这个幸福那么三四百年之前对幸福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西方有些思想家他认为幸福就是来自于物质的享受就是如果我们往里面去寻找幸福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幸福就是来自于物质有这样子的思想但是呢就这么多这么几百年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人们今天人们质疑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物质
有了啊，很多人的物质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嗯，但是呢，心腹啊还没有得到心腹啊，全世界的这个心腹的支数啊，自从有了一个确定的这个心腹支数以后呢，发现一直都在下降，没有增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啊怀疑这个物质到底能不能够啊给我们带来心腹啊，然后呢，心腹的定义啊，它的本质是不是我们去干涉啊这个物质啊，是不是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寻找这个物质的方式啊，寻找物质的方式，如果物质给我们真正带来心腹啊，心腹之属或者是心腹的感受跟这个物质如果成正比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物质越发达，然后呢心腹之属啊应该是越增长的啊，这个是逻辑，这个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恰恰相反啊，物质越增长，西方比如说美国在60年代到2000年的40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物质的这个收入翻了3番啊，但是呢心腹之数美国英国一直都在下降啊，一直都在下降啊，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过去的对心腹的定义啊开始质疑，开始怀疑，然后呢寻找心腹的方式啊也开始质疑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心腹就是变得很热门的话题了啊，因为一直这么几百年当中，我们对我们的心腹的这种啊这种定义啊现在就开始啊有质疑，然后呢寻找心腹的方式也有这样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疑问。所以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心腹呢啊，怎么样可以得到心腹呢啊，就开始就变得一个热门的话题了。我想这个变成热门的话题的原因啊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更悲观的是，美国有一位教授啊，他花了6年的时间就去研究心腹，写了一本书叫做《心腹的历史》，那么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证据，然后又分析了现代社会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的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然后最终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最终的结论呢，就是在他的书的这个最后一页的啊最后一行上，那么他的结论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说心腹啊永远都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它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心腹真的是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啊，我们以为有一个所谓的心腹，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拥有它，就是为了它啊就去奋斗啊，可以这样子。但是呢生活当中真的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宗教也好啊哲学也好，一直都告诉我们人的生存的这个目标是追求幸福，那么幸福如果追求不到，永远都在想象当中，那么人的生存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心腹啊，所以这个心腹就变得很热门的话题了啊。那这时候我想这个比如说西方思想家比如说伏尔泰啊，他说心腹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当中去寻找心腹是得不到心腹的，心腹就是物质的享受啊，来自于物质。这句话就是几百年前说的，我想这个是当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子，这个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
和一条狗同样的放就关在一间房子里面三天不吃不喝三天不吃不喝然后放出来的时候呢三天以后放出来的时候呢两个生命他们第一个时间当中要去寻找的追求的或者是他们一个人和一条狗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是食物两个人都两个一个人和两个一条狗两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食物要吃东西吃一顿饱饭就是幸福肚子填饱了这个就是幸福这是当时的这是刚刚从这个从这个房间放出来的时候的想法因为在这个之前两个生命都同样的面对了饥渴的痛苦忍受了这个痛苦刚刚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追求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幸福他们的需求都是一样的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填饱肚子这个是幸福所以很早以前我们人也对幸福有这样子的这个定义这个是没有错的当时来看但是人跟这个一条狗放出来了以后呢狗填饱肚子以后呢它的下一个追求是什么呢还是填饱肚子一般的动物呢填饱肚子完了以后呢还是填饱肚子基本上都是没有更高的这个追求人填饱了肚子以后然后有其他的这个目标然后呢他的幸福的定义更高一层了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幸福他认为最幸福的是什么就是吃一顿饱餐但是现在这个他已经满足了满足了以后呢他还会认为下一个吃一顿饱餐是幸福他这个时候他的幸福的定义有所变化这时候他的幸福定义不是以前的然后他就有更高的这个追求医术这个哲学宗教等等他有其他的追求这是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发展过来的刚刚还就是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幸福的定义就是刚才讲的这样子当人的基本的这个物质需求温饱的问题解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就会有这个变化的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定义呢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定义幸福到底是什么有些时候一杯水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有些时候呢美食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最终它幸福的本质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确定的幸福的本质它的舒心它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精神的一种感受我们的精神的一种感受叫做幸福一个特殊的这个感受叫做幸福这个是第一个幸福的本质幸福的本质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对幸福的这个定义不一样所以呢追求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方式也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定义不一样的幸福有不一样的追求不一样的这个获得的方法那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就追求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了那这另外一个东西得不到的时候然后又面临了更多的这个痛苦就像抑郁症就是像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报告就是说他们预测不久的将来抑郁症就会变成全球公众的最大的健康问题最大的健康问题50年前抑郁症的这个平均的
这个年龄啊，患者的这个平均的年龄是29岁，平均的年龄就是29岁啊。50年以后呢，这个抑郁症的平均的年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平均的年龄就是14岁，14岁，这也就是说，8岁、9岁、10岁的小孩儿啊，也有抑郁症。那么这个抑郁症是怎么来的啊？现在我们啊，就是有吃有穿啊，还有很多人可以用啊，这个很一定档次的这些物质的享受。那么为什么今天还不放心啊？不幸福呢？就是因为从过去的我们对幸福的这个定义来说啊，如果我们过去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是真的没有错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应该有抑郁症啊，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因为我们过去是认为物质的享受就是幸福呀。那么物质的享受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啊，那么我们的幸福是，如果是物质的享受，那么不就已经有了吗？那为什么还有这个抑郁症等这个精神上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越来越严重呢？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啊，一直都越来越下降呢？这是在逻辑上完全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因为这个幸福的定义它会有变化的。那所以现在已经变了啊，物质的享受当然了啊，是一部分，可以说一部分的幸福，但是呢，幸福的定义不是这个啊。定义的意思呢，从我们哲学也好像佛教这样子的角度来讲，定义呢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意义，非常确定的意义啊。那这个不能说是某一个方面呢说准了，这个是不是定义呢？这个不是啊，这个一定要这个符合它的整个全方位的全面的啊，要符合。所以今天我们找到的这个，我们说这幸福已经有了这么有了变化。原理我们等一下在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当中可以给大家介绍啊。那么我们今天对这个幸福的这个定义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化了，所以呢，我们还在网上啊追求这个幸福啊。第一个幸福，我们400年前的幸福的定义已经有了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是不是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幸福了。当然不能说所有人啊，很多人来说不是幸福。然后这些人呢，一直在网上追一个另外一个幸福了。那另外一个幸福，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不能满足自己，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精神上的这些问题了。所以，抑郁症的这个今天呢，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原因也是这个，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啊，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就非常的这个冷漠、冷淡，这样子以后呢，每个人啊都觉得自己很孤独、很焦虑啊。比如说，很多人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敬酒的、说好话的这样子很多的啊。但是呢，这些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个真正的朋友呢？也就是很少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感觉不到这种温暖啊，然后就是这种焦虑、孤独症啊，这都是产生了。比如说1960年的时候，就美国和英国做了一个调查啊，调查它问卷的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是什么呢？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就是问这个问题啊，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那这个时候，六零年的时候呢，美国和英国的58%的人说我们可以相信大部分的人啊，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百分之
58的人。然后20几年过去了以后，1998年的时候呢，又做了一个同样的调查。那么他们的问题完全是一样的，也是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这样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说我们可以相信大部分的人啊。那在这个几十年之前呢，有58%的人啊，但是呢，已经现在这时候呢，已经就下降到这个30%。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就这样子一直非常严重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就感觉不到这个幸福，相互之间都是就不信任。这样子以后呢，就我们最后的这个抑郁症啊，精神上的很多问题啊，都是这样子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对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幸福是什么，这是一种精神的一种特殊的感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感受有些时候会物质带来的，有些时候是跟其他人其他东西带来的啊。但是呢，这个跟着我们的这个发展啊，随着人类的发展有变化的啊。幸福的定义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的啊，并不是几百年前呢、几百年前的这个定义永远都不变的，不是这样子，有变化的。但是再变化也好，它的整体它的这个本质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啊。我要讲的第一个是这个，这叫做幸福的本质，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那我们今天幸福吗？我想这个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幸福。那如果从物质的角度讲我们应该是很幸福的。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说轮回是痛苦的但是呢，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否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感觉到的这些幸福他是不会否定的。那他为什么说，他如果不否定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这些幸福，那么他为什么说轮回是痛苦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佛法有一些这个误解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这种人生观是很消极很悲观有这样子的这个看法的。但是呢，实际上佛陀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如果说轮回是痛苦这样子的话，就每一个人都对轮回都有一个这个危机感有一个危机的意识，对我们的生命对人生有一种危机感有了这个危机感以后呢到时候大家如果我们以后要面对这个痛苦的话，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